各位快车报的读者，大家好。这一次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寻宝活动的两个最大奖品。第一个是 Nokia N900 手机，这是全新的手机，还没有使用过。开封，然后这是它的键盘按键，然后第二个是 PapaGo N6100 导航 R6100 OK， 那这次我们来寻宝要抽的奖项就是这两个。